啊，等一下我就按照我们指标的各项目来做报告，那总共分成包括嫌疑人跟接应人啊，里面有七大项的重点。南投县政府社会处长林英松一开始是先用简报来说明县府推动社区发展工作的内容和成果。卫生福利部社区平衡小组今日是特别来到县府进行103年社区发展工作评价。县府这几年当社区发展辅导的工作是相当受到肯定。县府真侪社区嘛，拢予平衡委员留下深刻的印象。看到我们南投县的社区呢，在我们县政府的行政团队，以及公所的行政同仁，以及社区的工作伙伴，大家一起的努力之下呢，其实呢，十年走过的社区啊，其实是看到很多很多的努力的成果。那最终就希望透过每一次的评鉴，能够为县政府也好，为我们的地方，那大家呢在社区工作上能够有更好的发展，更好的努力。南投县现在有274个社区发展协会，为着让每一个社区拢会当发展出家己的特色，县府是用家宝带囡仔囝的方式，让优秀的社区会当带领辅导其他的社区，以达到经验传承的效果。啊，咱即马县府嘛对社区加分级吼，啊，就是讲伊社区业务做较积极的，还是讲伊发展合理、合定的。迄、那个可能性诶吼，啊，咱差不多有59%吼，拢是即种诶。啊，其他诶呐，要表现较无好诶，咱嘛希望讲有好诶，即个大家带起来呢。啊，希望咱以后200几个社区，大家拢用发展较好。南投县政府当社区发展工作，为94年开始已经连续6次得到优等诶肯定。县府表示，希望透过每一次诶评价，会当不断改进检讨。让辅导社区的工作会当愈来愈好，也希望透过辅导社区，引导社区找到资源发展的社区产业，以增加社区资源，进一步会当回馈社区。记者蔡浩凯采访报道。